我去，这还有人抢米兰卡的呀！搞事情啊！我不想坐狼。我是个正人君。他几号？他九，随便刀还是怎么地啊？随便吧。啊，随便吧，七八九。你怎么知道他是女巫啊？随机吧，可能还会随到绳子。有没有人跳绳啊？我操，还没有商量好谁跳绳啊，就这样子结束了。我要不要上警？就怕狼人来不上警怎么办？我又不会跳预言家，上警吧。上警玩家准备发言。有一个狼不上警。三号这边第一个发言，好吧？三号日常上警方收到，好吧？时间过了，不耽误大家时间。啊，我是预言家啊，查杀一号啊，先这么过吧，先试一下。一号是个狼啊，你查查对了，过了。一号给十二号，一号预言家给十二号发个金水，过了。这是什么证？11号好人，过麦。10号警长给预言家9号亲。就你2号牌和我悍跳，对不对？就12牌全场没 我换手可以不可以？我换手可不可以？上一张8号牌，请下一张12号牌，过麦。哎，就你12号牌玩的刚狠了，9号牌让进预言家牌啊！你12牌让查二牌，就问你12牌放不放手啊？9号牌让预言家牌，查二张12牌，你20来张狼牌你就走不了，对不对啊？就你这2号牌，今天手放不了了，就已经放不了了。就你要在你要发言之前，你必须把手放，你不放下之后啊，你2号牌一张狼牌，你20来张双狼牌，对不对？就你12牌，你不哎放呀，下手啊，我你被黑了！出上12牌，我9号牌让预言家牌，对不对啊？12牌一张查杀，9号6等，9号6就你7、8，对不对？7、8顺应。哎，我不知道你们94是搞什么鬼哈！8号全场为预言家，昨天晚上验的我上次位，七号牌是我的金水牌啊，对不对？8号牌放手了，那么你12牌给我悍跳，你敢给九号牌直接发金水，那么9号牌就是我验的牌，然后7号牌金水的话，那么6号牌对不对？边角位，那么就刚好。我操，这么会打啊！你这么说过了，调试要警徽啊！这九号是炸身份的，我操，坑爹！顶着个萌妹子的头像是男生，你说的是谁？啊，是这个23号。当选警长。12号给他。4号死亡。好，刚进这个房间就被手刀啊！妈的，女巫不开药的。而守卫走了，但凡场上后座也穿守卫的，直接飙狼打啊！好的妈的，这玩什么板子？这个板子女巫不开药的，我奇了怪了，真的是。少一张守卫牌，后座也穿守卫衣服的，飙狼打，好吧？守卫不自首吗？跳出来你就找死，好吧？守卫不自首吗？救我，那你自己也等死吧，好吧？过门。守卫不自首的吗？奇了个怪怪，难道是被奶穿了？10号给9号发金水，9号反水立即，8号上井了，然后9号又放手了，对吧？9号不是预言家，8号是预言家。9号，刀死他！如果10号是真预言家的话，那9号就……哎，我昨天好像是刀8号的呀，为什么昨天不刀8号？对不对？8号。我昨天到的是，是哎，不错。这个捣蛋的确实是一个大问题，双
金水的话还好，对吧？你给一个查杀的话，我直接就掉九了。打饭确实不好，对吧？你先查九吧，对吧？七可以放一下。九号他是说我是蓝是吧？四二掉守卫，对吧？看我不知道四二是蓝之刀还是真守卫，对吧？看一下还有没有守卫跳出来，对吧？过来。看有没有守，我看到我了。哎，十二号这里发言了。十二号先说一下给十号上票的原因啊。十号给九号金水，九号反水逆景的情况下啊，我差点自爆。十号是一匹蓝的，我觉得他可以说吞警徽，对不对？自爆吞警徽。但是后面八号掉一眼间，九号放手了，所以，但是现在怎么看呢？我觉得八号一眼间的面大一点点，所以而且我觉得。不管投票给哪一个，对不对？前面战胜队无所谓，如果八号后面聊得不好，或者说是蓝，我可以吃警徽，对不对？但是我觉得要把警徽留住，所以我就上票给十号。你八号、十号，我可以欢迎你们来摸我十二号，我十二号是一张不怕样的牌。然后刚刚如果我没听错，二号给一号查杀还是怎么样？一号他给我十二号什么金水还是查杀，我没听到，因为他那里说话很小，所以我希望一号再说一下，我真的没听你的话的话听得不是很清楚，好吧，够了。我一号现在仅剩认得个狼，为啥认狼？因为二号给我查杀，我认得狼行啊，给我没有自爆功能的狼，然后给你十二号一个瞎金水，随便给了一个金水，因为你在后置随便我也是随便验的。今天这局井上是就剩下十九八三个人的情况下啊，十号敢给九号一个金水，查到预言查到狼，查到如果他是个狼的话啊，井上还有八九两张牌，如果他给一个真预言再发金水的概率是50%，他十号是不是100%自爆的一张牌？然后九号。你十一号其实不说九号没倒了，九号是在给十号一张压力牌，说十号一张狼人牌，给真预言家发了一个金水牌，对不对？现在八号只能这样盘了，你就是十号给九号金水，只能九十双狼，这个逻辑才成立。你八号预言家面没有十号大，因为十号给井上后置为一个金水，而我前面没有对枪。我上来也就是随便炸炸身份，然后一号他也不怼我，那时候他自己都说他是狼，然后我以为我可能炸到一个狼，然后他后面又瞎怼两下，然后后面有人跳预言家的情况下，我是直接换手，因为我不想再跟他对跳，对吧？然后对跳，然后我真的把我打成当狼打，那很麻烦的。然后第一轮我也不想他花言太多，我也不想投票，所以就随便上井玩一下嘛，然后这轮应该是80的局吧，好像把一个两个都是查九号是吧，他九号这个问题应该是我刚才忘记到八号说啥了，怎么这局好像第一轮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啊，我也不知道先看后面怎么发言吧，好像归票位又不是我这边，我说什么到后面基本上也都没用了，对吧？这轮这我先小小的划水一下吧，反正看情况吧再说吧。我也不知道怎么说，我们没对说。十号这边发言好吧，然后一开始是十号先跳个预言家，对吧？然后给九号一个金水，现在然后九号又那个反水逆景了，对吧？那么我当时就以为九号就是真预言家，那么十号就是一匹悍跳狼，对吧？那么我也在想他为什么不自爆，然后后面他过九号过麦的时候，然后过麦了以后，然后八号又接着麦说他又是预言家，那么九号当时又放手了，所以现在八十这两张牌，哎，我都没有办法站边，好吧？然后待会儿也听一下你们两个预言家的发言，并且都还没有说话。然后这四号刚才走的时候认了一张守卫牌，我觉得他守卫面不是很大，为什么？因为守卫。那个明显女巫低碗是一般都不会用解药的，对吧？那么在守卫他不去守他自己，他去守谁呢，对吧？所以我就觉得四号拿不起一张守卫牌，低碗不守自己，去守了个谁也没有爆，对吧？那么就看后面有没有挑守卫的，没有的话也只能认他这四号了，好吧？然后这边就先过了，听一下两个预言家发言，过。哎呀，三号发言还挺不错，我发言太稀碎了，估计要被人给人批了。把五号这里
声音好小听，小哥哥，哪个小哥哥好听？有啊，但不是很大啊。还有我想。十一号牌啊，守卫一直在场。三五的两匹狼都挺能聊的嘛。排除的是狼人自刀啊，狼想找出守卫啊，就这么说。守卫没有第一天跳出来啊，就这么说啊。然后女巫没开药啊，不要跳，就这么说啊。然后五号一张井下的牌没有投票啊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八和十的发言都不算太好，我就认为啊，都不是挺好。然后四号说他是守卫，我五号啊并不怎么相信他是守卫啊。我总感觉四号像自刀，然后骗药没骗到。三五都说他自刀。守卫啊，如果真守卫在场啊，不要叫啊，就这么说过了啊。三号小哥哥的声音好听啊。你是小妹妹还是小弟弟？这样没声音。这个这里面怎么妹子这么少？我听了一轮下来就十二号是个妹子哈。说一下吧，在我这里看来的话，十号原加面要比八号大，因为十号后置位给了九八的两张。这家伙还在打哈欠。给九号一张金水牌。这家伙困了。去玩水，结果刚起床。信，我信。八去给七一张井下的牌，一张金水牌，结果七没去给九上的那个，七没去给八上票。哎，再听一下发言吧，再考虑一下，好吧？再考虑一下。但我觉得十号预言家面相对来说会大一些。没有人知道他最后还会跳蓝呢。就这样。什么逻辑啊？为什么要投票啊？我就不投票，我就看你们投呗，是吧？八号给我一个金子，把我就端走，好吧？嗯，听见你八号怎么说，好吧？八号是验七号呀，我以为九号有个金准是吧？九号反手力气啊，他给十号一个叉烧，我的妈！九号十号是不是狼才狼呢？我就问你一句。我八号牌发言哈，感谢你十号牌以这个顺序发言哈，对不对？然后听到场上一群人的发言，对不对？虽然聊下你十号牌，对不对？你说我八号牌的预言家面大，八号可能会怀疑我二号，对不对？你又给上票给这个十号牌啊，对不对？然后的话，你又说哈，就你纯粹是聊炸的，你纯粹是个聊炸，对不对？你说什么啊？如果不怎么样，然后又可以是警徽。你的发言是不是前后自相矛盾啊？对不对？还要怼他。然后再聊一下你六号牌，对不对啊？你盘对不对？你盘对不对？你说十号牌跟预言家面比较大，那怎么你投票给这张十号牌的？对不对？这预言家得罪人呀！我的第二局朋友留的是你，对不对？我说请上验这个九号牌，请下验你的六号牌，以致这个七号牌是我的机会情况下，对不对？我验你这张六号牌，对不对？你在这里给我装懵，对不对？这八号要得罪所有好人啊！不知道为什么，六、九、十二这三张牌我都想验，妈的！六九十二。不过还是先验这个九号牌，因为毕竟都是你的好友，都是你的好队友。你说是你七号牌是你们都说这个九号牌炸十二牌身份对不对？十二牌不自爆对不对？其实还有我八号牌发言对不对？如果我八号牌不跳预言家的话，那么他这个十二牌再自爆也不晚，好不好？你们在这个想什么？就是你这个十二牌错了，对不对？过了，反正我发这个视频。然后就证明你五号牌你是一张开眼玩家牌，你怎么就知道四号一张真守卫牌走，对不对啊？你五号牌是不是开眼的？就是啊，那首先啊，狼人有必要。啊，那四号牌但凡是让狼牌，他有必要去自刀去骗啊，去真守卫引出来，对不对啊？你五号牌这里是张开眼玩家狼牌，我就问你，对不对啊？你五号牌首先我就踩你，还有张十二号牌我也踩。你说八号牌预言家，但你不投八，你投十，你这十号牌十二牌也有一张点，对不对啊？你十二牌让金手不要，直接破了，对不对？要单挂你就挂十，对不对？你好人牌你就，就你十号牌，你上你说你。啊，你警徽流你打了吗？就说你九号牌是金水，你直接过了，把警徽给我。你警徽流打了吗？你不会看到吧？我
我今天在当王的时候，我就看你把你们飞起来，对不对？我管你把你们死还是给说，我都愿意，对不对啊？就你九号牌一张金水牌，没办法，对不对？就十二牌全场唯一真言家，井上我没打，井会流，你逗我呢吧？我井上井会流怎么打的？井上验八，井下验十二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真的是，你九号牌还，啊、真的是九号牌你反水，对不对？我十二牌一张预言家牌，没有四号牌，对话你，就三五两张牌，对不对？三五两张牌聊的都不好。九号坑我，九号偷看。叫牌没有上票，对不对？先放一放，我想去验三五，在三五里边验，对不对？就三五里边验，就三号、五号牌两张牌聊的都不好，知道吗？聊的都不好。没人撩我哎。谁声音这么卡？十号卡爆了，大哥，等你卡了不要被人跳出去啊！大哥，你说啥呢？开始投票。哎，完全不懂你说啥。弃票。十号死亡，说的什么喵喵语就死了呀？就刚才网络断线，就你九号牌一张金水牌，对不对？就没。九号作弊啊！他看到我的了。今晚到酒吧。狼人请睁眼，你们要洗钱。我要到酒。五不五爷，五号我问你五不五爷。我啥时候说四号守卫？我说四号有可能是狼人自刀，这要免守卫身份。我说这十号是有病啊！十号这有卡呀、啊！我操，不知道他说的票谁呀、啊？三五，人家都没有把目光转过，他倒说了我们，没事。女巫可能会救人。九号，人家死了才好用。九号开眼啊，开黑呀、啊。女巫不要救人最好。平安夜没得就完了，我操！哎呀，刀不死九号，这怎么打？哎，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你九号，对吧？那十号死了，他八号给完你身份，我觉得八就可以出局了，对吧？七号又搞离线了，大哥。那八号给七号一个金水的，他七号又离线了，不会像上一局那样九号一样吧？离线了，大哥。哎，算了，先票吧，其他的不聊。先票吧。哎，我十二号发言啊，我不知道你八号九号为什么要踩我这十二号。你们别篡改我发言好不好？我说我上票给十号，对不对？但凡十号聊得不好或者怎么样，我照样可以施警徽。你八号说我一张聊爆的牌，我一上来我就直接说了，我欢迎你们八号十号来要我十二号这张牌，对不对？什么叫做我十二号聊爆的一张牌？我如果我是聊爆了，我要十号也不投人，奇了个怪。那我是不是要像五六七这样都弃票，验警徽都不用拿到？这把就不要警徽，我就这么对话你们。哦，上票的你们就来怼，对不对？不上票弃票的都可以。那是不是全部人都上警，警徽都不要拿了？我什么叫做我十二号是一张聊爆的牌？你八号你可以来定义我十二号的身份，我就这么对话你。七号又来了。
号牌这把帮狼人玩了，为啥帮狼人玩？因为我看不惯几号的行为啊，我这个能票局，为啥票局啊？一个十号给你的一张金水牌，然后他警上给后置位一张金水牌，力度这样大的情况下，你还最后又能票他，你这叫个不尊重游戏。九号，你这叫不尊重游戏。开黑啊！很简单，那十号你现在没票上八号一张票，我帮狼人玩了，在我刚才听的一龙发言。三五号都没盘你十号预言家的面，三五都应该开狼，开一狼，一狼到狼两狼，肯定的，百分之百的，我觉得。他为啥不将十号给警上后置为一个金水，然后且不怕怕他反水逆警的一张牌，对不对？这把出水，我出九了。为啥出九？看不惯你，这样我帮狼人玩，我算一下，八号一张狼人。三号五号的过两张狼人牌，再加上一张狼人牌，四票，我是五票够了，五票出你九够了，过了。这局主要是我是最后没有听到十号他归票说什么，然后卡麦对吧？说着说着，然后就听不清楚了，然后我后面就不知道该怎么玩了，然后他也没说归谁，然后我也不知道投谁，然后我就就弃票吧，然后这。这轮才把九投十，然后十又给九金水，哎呀，这局看不清楚啊，看好迷的局啊。你们这是三五是吧？然后你一号才三五，那我看后面怎么发言吧。先说这些吧，然后我也不知道这一轮，那看一下八号吧，他不是还是说他是预言家吗？他预言查的谁？看一下啊，看听他怎么说吧。唉，没办法的。三号这边发言好吧，我不知道你一号怼我的点在哪儿。你说我没有盘两个预言家的面，我说了两个预言家面差不多好吧。然后现在十又被冲出去了，就是最后我就只听到他说三五怎么发言不好，后面就没有听了，一直是断片的好吧。然后八九就把十给冲出去了，现在我觉得这把我应该会出了个八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想打个平衡，好吧？因为八十，我说了，我第一轮就说了，好吧？你听清楚，我说两个预言家面，我都觉得就是五五开的粉，好吧？我就说再听一轮他们俩的发言，好吧？然后这十号后面发言我也没有听清，然后八九就把他冲出去了，好吧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反正这轮我应该是会死警徽，好，不是死警徽，就是出这个八，好吧？然后九号那儿为什么会去投这个十？我也是搞不懂。第一轮反水开黑呀，还没有放手或者自爆，看到了取出他，那么你原是什么了？好吧。五号让你发言啊，你九号、十号金水啊，我也不打你啊。但是我五号上局发言还是说的啊，四号有可能是一个就是骗解药的一个狼牌啊。四号临走前怎么说的？他这是张守卫牌啊，说后面有跳守卫的，直接拍死。难道说三号是你啊？这个板子怎么第一晚不救人的啊？那五号可不可以拍出来？那四号想自刀，然后骗一下解药啊？有没有这种可能啊？你九号、十号进水，我也不踩你啊。怎么说呢？我三号发言是不怎么好，那我五号没开眼是吧？啊，我五号啊，没说四号是守卫吧？啊，四号自己说自己是守卫是吧？啊，但我不太相信四号是守卫啊。昨天晚上平安夜，有可能是守卫守对人了啊，或者是女巫开药了啊。这我就不清楚了，但是你九号，我还是上回把这十号投出去啊，我有点看不懂啊。我不说，我上马说的是八十的发言都不太好啊，所以我就弃票了啊。的确啊，俩发言都不太好啊，好人都能听出来是吧？然后这上马十这个十号推出去了啊，我想你就只剩那个八号了啊。还是想听听八号发言啊。要八号发言，八号酸爽说要验这个六号啊，我也不知道结果啥事儿的啊，然后就听听八号发言啊，八号发言要是好，我有可能就是留他一轮啊，要是不好，有可能票八过了。六号发言，我知道，那个你八号警上的发言，你去验我这张六号牌，八号验那个验了没张九号牌吗？对吧？再说了，我第一轮确实是卡。再说一下，我六号
就算我弃票怎么的啊，八号。虽然说你八号有可能成为一张预言家的牌，但是我六号我搭理你吧啊，八号。你们好能怼吧？然后再聊一下这个九号，他十号也有可能成为一张预言家牌，对不对？那你只要就这么怼张十号牌。再说了，我那个作弊呀，踩一下，作弊呀。到了你们这边就理所当然的认为十号是张预言家牌。九号是好友啊，纯粹开黑看我的这边呀、啊。他能看到我的牌呀、啊嗯！这么快就铁让这个十号变了，对不对？十号是让那个死人走了牌。我要装一下，装模作样。有点迷啊，有点迷啊。反正这金，哎，我是四金属吧，好像我只能端了，好吧，只能端了。现在怎么说呢？谁都不在面临我投票也没投，那就搞不清场上的局势，好吧？过了，我在七号这里啊，自己啊拿到了你，好吧？哎呀，真的还我还不真的不是不厌你，你七号牌真是浪费金水。昨天晚上我验的是这张十二号牌，十二号牌我真的不知道他的发言这么爆炸的一张牌，竟然是一张金水牌，我的主真是搞不懂。然后再说一下六号牌，你看这个六号牌，我就对话你们的全场的好人啊，但凡你们所谓的人有一点逻辑，你听这个，你听六号牌刚刚的发言，他是不是一张聊爆的牌，对不对？他昨天晚上查的是我，对不对？不呸，他以为我昨天晚上查的是他，他还。你看没有，他直接就来拍死我认这个十二牌预言家，他铁定是以为我给他发了一张查杀牌，知道吗？嗯，我就对话你们在场的好所有的好人，对不对？还有你啊，因为昨天这个我觉得九号牌聊得还行，然后我再说一遍，不要，对不对？不要给我盘什么啊，什么给他后置位发金水，对不对？力度大，他博下力度不行吗？对不对？再说一遍，井上还有我八号牌，对不对？这个十号牌想自爆的时候，对不对？也要等我八号牌。如果我八号牌不跳预言家，他十号牌再爆也不迟，好不好？嗯，我的对话你们在场的好人生，什么给后置位发金水，给井上发金水，怎么力度大？嗯，不要给我盘成这些，好不好？以逻辑来打，以逻辑来打人，好不好？就这么说过了。就我九号牌一张守卫牌，对不对啊？就第一晚我玩的空手，第二晚我守自己，我就怕啊，然后玩就来倒一张九号牌，就守自己，对不对啊？就来一张便宜的牌啊，就是女巫牌没有开啊，就是你四号牌啊，要不就是一张名牌，要不就是一张挡刀了，就不可能四号玩第一天玩自刀，对不对？玩自刀怎么可能啊？然后第一天玩玩自刀来骗你啊，可能吗？女巫会那么傻，第一天直接用药吗？对不对啊？就我九号牌一张守卫牌，对不对啊？就问你让五号牌，你就问你打干不尴尬，不是干不尴尬啊？就你三五初一啊，验一初一，对不对啊？就你五号牌今天发言，我就觉得还可以，今天初三啊。就你八号牌，就你一二六你没验，对不对啊？但是这里还是觉得一号比较好啊。我今天想归三啊，就看你们想归谁啊。我九号牌就想守一牌啊，我现在出我了。开始投票。归八吧，我操！不把八票出去真不爽。八号死亡。先把预言家票出去再说。哎呦，我们三狼板票了。我的天。我知道为什么牌，这个电话牌真的在我这里看，这个狼面太大了，他真的怕我给发砸伤害。我也不知道你们。六号没投票哎，大哥。你把九号刀了。但凡是个狼人牌的，我直接给十二号牌发了查大牌，他什么身份都拍不出来，对不对？你看这发言，他拿出什么身份，对不对？我直接给他发了查大牌不好吗？对不对？来博下力度，直接把十二号牌票了。啊，这么说，
九十二都是张好人牌，我不知道这个十一号牌，如果左一看两行的话，这个十一号牌一个小尾巴，还有这个六号牌，怎么说过了？点黑，请闭眼。两次击杀九号，击杀不成啊！你们要袭击的是谁？我进刀死了。让敌人死进刀。了女巫还在不在吗？女巫，女巫还在不在？那女巫在的话，昨天应该是女巫用药啊。她如果是守卫，也不应该、啊。四号守卫，拉倒吧，守卫已经走了。守卫，我见过第一天玩空手的女巫，一般第一天救人。那他这个就假守卫了，不知道警卫师了。对的。反正他已经是验出个好的刀了，也没事啊。这下可以怼预言家了，反正没人查验啊。天亮了，还不死吗？九号死亡，猎人，请发动技能。我的妈呀，居然是个猎人呀！这么干，要带走三号呀！我的天，你居然带我搞事情啊，开黑了，带我太卑鄙了吧。七号获得警徽。哎，坑死了，那就他把我给带走了，你为什么不带三五啊？让我在场上多留一下，三五盘逻辑盘的好，你刚才还给三给五号。什么鬼？什么叫看不上？太可了，开挂！虽然说小，但是八号可能是为张居然家的开挂。他这那个，我这边一二三五号这边上路发言的时候，我这边上路好像说，八号的可能是为张居然家的做那个做决定那个定国那个六，但他前置位一二三那个瞬间认识之后是张居然家的，对不对？但我就看来我不那么清楚他八跟十到底谁是预言家牌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两个弃票，九号去号票，好吧，九号去号票，我不跟就这么强硬啊。其实这个预言真的比较好难玩，预言家死了就好办了，生推吧，你们你们就生推去吧。我五号发言啊，我五号上回票这个八号啊，为什么票这个八号啊？因为八号给十二号发了个金水啊，十二号在我这里发言并不是太好啊，要怼十二号呀。在场好人也能听出来是吧啊？然后同时这个十号第一天被推出去的，那你八号啊报完验人也可以走了是吧？是吧？正常，一死一埋单很正常是吧？能确保啊，就是不让狼人啊，没多了啊，是吧？然后五号这里啊，一张好人身份牌啊，因为现在就是说神少啊，就是神少民多啊，狼人应该看还有几匹狼，反正死了肯定有一匹狼。九号是猎人，是个好人，八号是看一匹狼，感觉带十一更好。预言家守卫八十，那就墙上只有一个神了。女巫，这把从民坑里面推吧。我五号这里一张民牌啊，就这么说。女巫不要跳啊，女巫不要跳，跳出来就输了。场上现在二号身份不知道。
是吧？看你们狼人怎么拼。三号这边发言哈，先说一下那个投票，我也说了好吧，我是想打一个平衡好吧。既然第一轮八九把十给冲进了，那么第二轮我觉得八号玩意儿就该走了好吧。然后八十开一狼这边，就是右支位已经开了一狼的，然后嘛，那么九，他不是说他是守卫嘛，最后又是个 A 人牌着，他不是说来挂我三吗？狼也不好打。二为什么呢？对吧？然后现在应该都是。只要找女巫啊！猎人和预言家都走完了嘛，四号走之前的那个守卫不知道是不是好吧？我三号这边，我认个神吧，好吧？好吧，我三号这边认个神，好吧？是不是神？你们狼人自己来断了名，好吧？然后这边排一下狼坑，嗯，八十开一狼对吧？那么如果是信这个八十预言家，那么七十就是他验出来的金属狼们，如果信十这个。其实已经不用说了，就恋人牌已经翻出来了，好吧？所以说，如果信这个八，那么就是十一、一五六十一，里面至少开两狼出来，对吧？场上应该走了，就是九号带这个二号，二号不知道他是不是狼，好吧？四号是第一晚就被刀了的，四号应该大概率是一张好人牌，但他走之前有张守卫，不知道是不是，好吧？我三号这边认个神，好吧？嗯。如果认十号的话，那么全部都会，就是认十号这是个真预言家，那么全部，就那么一五六七十一十二全部都在那个范围之内，对吧？如果认八的话，那起码排出了两个，但现在怎么排的？也就只排的，我都听不懂，迷迷的。我这边还是没有站边的，为什么？我一开始就说了吧，没站给你投票了，哥，不好盘呢，对吧？再听一下发言吧，毕竟一十二十一还有七都没有发言的，对吧？好，过了。你盘这么多。听啥发言呢？你三号这是狼牌啊，搞笑是不是？昨天的阵型已经出卖一些四就是守卫子的，然后昨天为啥倒九呀？因为九号这守卫肯定要倒神的节奏呀。现在三神一死了，好人还能赢吗？场上三狼好人100%出，场上两狼好人有10%的几率赢吧。你三五不开狼，搞笑吧？第一天我觉得是打侠的位。如果五号不是狼，你三号100%是狼。你三号不是狼，五号100%是狼，就这样简单逻辑，我不盘逻辑了。为什么他们盘到三五？我今天出三，就这样简单。你演得不像，你这个扛刀的演得一点不像，过来。看到。哎，我十二号发言啊，你五号踩我十二号说我聊爆对不对？你认识是预言家对不对？我十二号投给十号一张票，我是不是可以认为我是一个好人？你认八是预言家，八给我七十二发的金水，我十二是不是铁好人？我就这么对话你们船长呀？我十二这里就算一个神坑怎么样？你五号好干啊！你五号在我这里是一张定蓝牌，为什么？对呀、啊，人人都可以是吗？你一直在聊四号这个守卫，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聊他，你管他是什么身份走的，对不对？守卫为什么要跳啊？你管他四号是什么身份走的，你为什么一直在免四号这里是个守卫？没人出来对跳，为什么有人要出来跟一个死人对跳啊？四号，四号，这是在找神吗？你五号，然后这边已经我你一三五六里面肯定要开脸蓝，对不对？你五号在我这里就是一张地蓝牌，所以我这把我跳你，好迷呀、啊。你十二在我这边身份你就不做好对吧？十一号开始怼十二号。七号好像这把有点古怪对吧？三五一三五都在互怼。好像真的好像全都有古怪哦。这把出水。这个是真的。这把我不说，我自己投对吧？我又不弃票，看票型对吧？我也不拉票。还不如不赢。我自己投。
那个十二场。如果九号肯定是占八号这个，九号肯定是相信八号这张预言家的，所以说他把警徽飞给我了，好吧？如果占票八的话，那你九号是个猎人啊，是吧？你既然都占这张八号牌是张预言家牌啊，那我就相信这张十二号牌是一张好人牌，好吧？那我七号一张好人牌啊，你相信八的话，我也相信十二，好吧？这个啊，你十一啊，我不知道你是成什么这个什么啊？你十二号说是要投这张五号牌，好吧？那我就跟你找你一起投这张五号牌啊，反正我也不知道，好吧？我说实话啊，刚才我一直在聊天，也没怎么听，好吧？你五号给我一个加十个，好吧？哎呀，我天哪，受不了你！五号，你踩过你的。其实说实话，我很想出这张十一号牌啊，一点什么逻辑没得，有什么古怪不古怪的？一点逻辑都没有。我怎么古怪，哪里古怪了？哪里古怪了？好吧，你十一号啊。那就出吧。哎呀，我天哪！那就出十一呗。哎呀，如果你商量在场啊，今天出错一个，晚上倒一个，那你就可以绑票了，好吧？十二号说要出这张五号牌，五号也给我一个加十个，好吧？那十一号说六和十二有问题啊，六和十二问题，那我就站这张八号边吧啊，站这张八号边。你说六和十二有过，六和十二就放一下，出三吧，好吧，过了，输了就输了。怎么出来出去又变成出三了？五又不出了，啊？七的了个怪，这七号变来变去的，我还以为他要出十一。哎呀，归票位有警徽在手就是不一样。好吧，现在队形已经出来了，好吧，一七十二，对吧？那么明显了。现在我只有站十号的边了，好吧？哎，其实已经不用玩了，好人已经输了，好吧？你一号两轮都在怼我，好吧？第一轮说我什么没有谈预言家的面，我哪里没有谈了，对吧？第二轮还在怼我，对吧？没有说错吧？其实也不用说了，好吧，好人输了，过了。见黑请闭眼。七十二应该是绑票的啊，不知道好人怎么想。五号你会刀谁呢？刀一吧，然后把七给票出去。这把男人要输了，我操！不能刀七啊。刀七的话，但是不刀七，那个警徽在手实在是恐怖的利器啊！听不到好的，我的天！等打完这局不就能听得到了吗？估计还在，打完这局要打火影去了，都快九点了。结束。五号不知道你能不能表演的好，刀一吧，一会不会是女巫？十一号、十二号死亡，狼人胜利。哎，刀的谁呀、啊？哎呀，你十一号我就服了你，不，我明明就是帮你们挡刀的。五号已经抿出来，十一号是女巫了，真的，他那个发言我已经看出来。我都说票五的，但是你七号你说票三了，那我跟着你票三，但是你十一号，我知道三号是狼，但是你十一号你为什么？我知道，但是你十一号你为什么还在这里怼我呢？真奇怪，我一个名给你穿礼物的衣服，对不对？我挡刀啊！不是十一号，十一号你是一个好人，真的。如果你站这张八号牌，你就不要去怼这张三号牌，因为我也跟着九号走的，所以说我投这张三号牌。那五号牌给我一个加色，我就放一下。但是五号牌真的啊，下一局不要用这种，不要用这种肮脏的手法来了，好吧？不是，我要是你就飘这个五。我是想打一个平衡的，对吧？我觉得你们。这边的对太不是，但凡十号是预言家的，我三五绝对是夹刀位的一个，有啥意思啊？三五我这盘子绝对是个夹刀位，过吧。